九州缥缈录正在火热更新中。该剧改编自江南同名小说，该剧以九州为背景的古装玄幻剧，剧中刘昊然饰演的男主吕归尘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，一生命运多舛，但是让人很心疼。剧中吕归尘在年幼的时候被阿爸送到真言部代为抚养，可是在吕归尘长大之后，青阳大军又灭了真言部，于是吕归尘这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回到了青阳之后，吕归尘被阿爸立为了世子，其实吕归尘的父亲还是很疼爱他的。吕归尘继承了家族的青铜之血，威力十分的巨大，可是吕归尘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，所以他根本无法控制住狂血，每次使用都险些丧命。之后吕归尘来到了东路位置，在此之前青丘大军请高人压制住了吕归尘的狂血。吕归尘来到了东路之后认识了纪言和玉然，之后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。吕归尘心地善良，一心练武也只是为了救人，可是生逢乱世怎么可能处处随心所欲，想要保护所有人就是一句笑话。不要说各国之间的斗争，就连吕归尘的亲哥哥也为了所谓的利益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并且对吕归尘痛下下手。最后吕归尘明白了，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自己变得强。最后吕归尘努力学习功夫，短短几年就成了数一数二的高手。最后吕归尘武功好了，身体也强了，自己身体里的狂血也能够克制住了，于是吕归尘激发出了自己的狂血。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功力竟然奇迹般的翻涨了30倍，也看到这一幕直接就傻眼了，直呼道真厉害。好的，就说这里吧，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订阅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